你好，我说你在问问题的时候可以让妹妹回答。你好，就是那个什么，我们今天要画一个，一个跟狐狸一家的东西，你知道会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所以，咱们快点去画吧，耶！Ready, start, draw。第一步，请画一个，一个像狐狸一样的这样，请画一个这样，然后再画一个这样，再画一个。错了，画一个这样，这是他的小鼻子，再画两个小眼睛，然后再画两个勾，尖尖的，小小的耳朵，爸爸，这样。你现在知道它是什么吗？知道，麋鹿。错，它是一只。你再看看它像啥？马。错，现在不用说话啦。是啥？应该是一只狗吗？所有人再看看，你们现在知道是什么了吗？狗。对，是狗。谁喜欢小狗？耶、我们所有人都喜欢狗，对吧？现在你看我画出来了这个，希望你们刚才能看见。所以咱们再回顾一下，画一个两个像狐狸一样，然后就那样，然后就是像我刚才画一样，然后再画两个这个就像狗。你知道剩下的地方我要画啥吗？要画一个头，人头，这是像一个主人，可是你需要 erase 这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画一个这样，请画一个这样，再画一个这个。可是这个底下不能封口啊，所以你再画成这样，一位是这个，画一些树像胡子，画一个鼻子、眼睛、嘴巴，这是啥？老爷爷。对。可是是别的种类的老爷爷，是 farmer。 然后这个 farmer， 你觉得所有 farmer 会拿啥？不让。是一个铁锹或者啥，所以你这样。爸爸，我要 colorful 啦。然后这个 farmer 这只手是这样，因为他高兴。然后要是你想要把给这个 farmer 短袖，你就这样。然后他的扣子，然后他有一个 belt， 你先画一个长方形，再中间画一两个这个，这次会有点难。要是你是一个小宝宝，你就可以让妈妈帮你画。你先画一个横，再画两个这样，再画一个横。好了，然后你这就是 farmer 的 belt。第五步，画下 farmer 的腿，这样。farmer 的鞋子会很厚，所以你就这样。可是这底下不是横着的，是有点弯曲。然后再竖着往上，
然后再竖着往下。然后再这样，然后再这样，然后这样，然后像另一边一样也这样，可是是一个，有点太胖了。它就有点这个什么。这样像个鞋，然后你知道下一步吗？然后这样涂黑，然后把这个地方给涂黑，然后这样，这边也是。你的发门现在是要给它铁锹对吧？还别忘了铁锹。这样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这样你就可以有一个方面的铁锹了。还有一个牧羊犬。不是这，是这边。他正在说 hello。你先用那个什么，你先这样，再这样，就像一个 hammer 手。好了，你现在有一个 hammer 和铁锹，然后你就这样。不是这样的，你就画一个路，像我们画恐龙的那次。我就要画路了。像一位是这个地方。把那个角。啊，就是那什么，我没带歌手。嘘。嘘，一直讲。然后这个就画完了。要是你想画一个苹果树，你就行，这样，一些苹果就是一些圈，就这样了。然后一些草，一个花儿，然后一个小花儿，然后你马上就要完了。如果你想要让它有一个牵狗绳，你可以。可是我不想要让它有一个牵狗绳。好了。